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邀请高雄市长韩国瑜来开直播，吃美食、玩游戏、玩快问快答。是我脑袋转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还好院长推起来，我不好意思，我有点偷看到，不好意思。两个人难得合体，似乎要破除不合传闻。因为就在日前，王金平的子弟兵、高雄市议员陆淑美以及不少蓝营议员都公开表态挺郭，王韩两人互动是否暗藏心结？我们每一位参选人都有啊邀约嘛，啊，每一位都有他自己的选择嘛，具有自己的理念嘛，所以谁支持谁，这个都是啊要给予尊重。国民党办的初选的民调，公平公正。让人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两个人异口同声，没有起内讧，但都希望党内民调能够公平。面对初选在即，两个人开直播，王金平连忙撇清不是挺韩，每个参选人都会帮忙，但双方支持者不同调。网友在脸书公开洗版退赞，还酸韩国瑜登革热疫情控制了吗？只想做总统大卫吧。粉丝公开呛韩，超尴尬。啊，现在啊，什么配那个都是啊，这个别人的一个看法而已，他应该是也是照表操课。像我今天跟王金平院长开直播，明天郭董事长也会跟王院长开直播。不想和郭台铭做比较，韩国瑜和王金平网络直播，企图营造国民党内和谐气氛，破除内讧不和。但王金平挺郭挺韩，就是不说死。三立新闻薛仁宏、黄嘉平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